民国79年，歌手薛岳因为肝癌而病逝。他在和肝癌搏斗的几年里，曾唱了一首《如果还有明天》，而引起相当大的回响。薛岳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36岁时因为肝癌而病逝。许多 B 型肝炎代言者都和薛岳一样，20-30岁之前身体都看不出有肝病的征兆，所以许多代言者对 B 型肝炎并不了解，也轻忽了它的严重性。我是在2年前被知道是肝癌病人嘛。那在2年之前呢，我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知道我好像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但是呢，就那个时候资讯也好，所以我自己对 B 肝的这个了解也好，完全是零哦。那并不了解说肝癌它有很多途径， B 型肝炎它是最早的，然后 B 型肝炎如果再不预防的话，它肝发炎，肝发炎完了之后它可能就变成肝癌，如果自己再不注意的话，所以其实我就是属于这一种。职棒投手郭泰元也因 B 型肝炎而导致肝癌。当然，事实上我也知道我自己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但就是很遗憾，就是说当初现在回想过来，当初真的是没有好好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而且自己明明知道自己是个高危险群的，而且还这么不去珍惜自己的身体，我想这个应该是报应了，我觉得了。到底什么是代言者呢？如果我们被某种足以治病的病毒入侵，而病毒长久存在体内时，我们就成为所谓的代言者。目前国内成人大约有18%是 B 型肝炎代言者，也就是说代言者总共约有200多万人。而 B 型肝炎病毒潜入人体之后，病人没有明显的病征，更是容易让人疏于照顾。自从民国75年7月起，我国开始全面实施新生儿 B 型肝炎疫苗注射，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摆脱了 B 型肝炎的阴霾。但是不容疏忽的是，国内还有高达200多万名的代言者，他们有的已经发病，有的还没有临床症状，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 B 型肝炎。根据卫生署的统计，国内200多万名代言者中，目前只筛检出大约100万人，还有100多万人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处于 B 型肝炎发作的危险中。到底谁是代言者？而你我是不是也是代言者呢？事实上，除了民国76年次以下曾经施打过疫苗的青少年之外，其余较大年龄的人都有可能是代言者。如果你想要找到答案，只要经过血液筛检，谜底很快就揭晓。啊，你较早捌验过无？也唔捌咧。敢袂听？会哦，袂听。这些血液样本集中起来之后，就送到血液筛检中心。血液筛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进行各项血液检测，包括 B 型肝炎和肝功能指标等项目。血液筛检工作是要在血液中检测是否带有 B 型肝炎的指标物质、表面抗原和衣抗原。表面抗原就是病毒的外套，当 B 型肝炎病毒侵入肝细胞之后，就开始大量复制，而病毒的外套也不断地制造出来，病毒的基因和外套组装成新的病毒，这些多余的外套就是表面抗原。外套会流入血液中，仪器可以侦测到它，如果血液中带有表面抗原，就表示它是代言者。
型肝炎病毒在大量复制时会释放一种蛋白到血液中，这种蛋白叫做一抗原。有一抗原就代表肝脏里的病毒量很多，并且病毒复制很活跃。检测的结果有两种，第一种是既没有表面抗原也没有一抗原，像这位经常来捐血的张先生就经过血液筛检确定身体内没有 B 型肝炎病毒，表示他不是带源者。第二种结果是血液中带有表面抗原，表示受检的人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同样是带源者，病毒的浓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像陈太太只检测出表面抗原而没有一抗原，显示体内的病毒量并不多。如果血液中同时检测出表面抗原及一抗原，就表示病人肝脏内的病毒量多而且很活跃。2002年7月，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曾经刊载了一篇 B 型肝炎病毒一抗原和肝癌相关性的研究报告，这是由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陈建仁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完成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抗原是预测肝细胞癌的重要血清标记，有一抗原的病人罹患肝癌的风险较高。B 型肝炎的患者和家属心中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之前好好的一个人到了青壮年的时候会突然发病呢？这是因为 B 型肝炎病毒在新生儿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时候就已经入侵到我们身体了，因此免疫系统就把 B 型肝炎病毒当作是体内的一份子，而不把它当作是入侵者，所以病毒和我们的身体维持着和平共存的关系。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20岁左右，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开始辨认出 B 型肝炎病毒原来是入侵的偷渡客，并不是家里的一份子，于是发动清除的作战，称为免疫清除。临床的表现就是肝炎发作。免疫清除如果一战成功，病人就成为健康的带源者。假若不成功，残余的病毒慢慢的在活化，引起第二次免疫反应，也就是第二次肝炎。这种持续发作就造成慢性肝炎。慢性肝炎常会发生肝炎的症状，每次发炎就会导致肝细胞坏死，之后转变成肝组织纤维化，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炎，逐渐形成粗糙的硬块，这就是肝硬化。这一旦形成肝硬化以后呢，我们知道正常的肝脏的血流呢，它是从肝动脉跟这个门静脉肝门静脉来，那门静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血流系统，因为它把内脏包括了胃啦、小肠、大肠、胰脏啦，很多内脏，等于是说内脏的血流呢，最后都经由这个门静脉系统流到肝脏。那所以一旦肝脏硬化以后呢，这个正常的这个血流呢，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流过肝脏，回到体循环里面去。当肝脏硬化后，正常的血流无法顺利流过肝脏，血液不通时，左胃静脉的血流就逆流而上，冲入食道静脉，造成静脉鼓起，压力太大时就会破裂，造成吐血的症状。为了防止病人因为食道静脉破裂而出血，医师们采用了预防性的静脉结扎手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大概主要的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第一个选择就是考虑内视镜治疗啊。内视镜治疗呢，我们知道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硬化剂治疗，那硬化剂治疗后来呢慢慢就发展产生，就是用利用这个结扎术，食道静脉曲张的这个结扎术。
利用内视镜做治疗时，我们看到病人的食道壁并不平滑，四处都是鼓起的突结，这些都是静脉的曲张处。医师找到较严重的地方，释放出扣环，把血管膨胀最严重的地方绑住。这是一项重要的救急手术，可以有效地防止病人食道出血。由于国内罹患肝硬化的病人很多，台湾精密熟练的食道静脉结扎手术发挥了很大的医疗功效，也因此国内的这项医疗技术深受欧美各国医学界的重视。你最近比较少上来的？还好哎。肝硬化除了食道静脉曲张的症状之外，也可能转变成肝癌。肝癌如果能早期发现，治愈率就相当高。但是如何能够早期发现呢？民国70年时，台大肝炎团队的许金川医师开始利用超音波来诊断小型肝癌。许金川利用解像力高的超音波设备，可以检测出小到1公分大小的肝癌，达到早期发现肝癌的目的。肝癌不是绝症，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定期检查。假如定期检查，肝癌很小，2公以下大概80%可以活过10年啊。那么5公以下大概40%可以活过10年啊。肝癌从1公分长到2公分，时间需要4到6个月。因此，如果病人每隔4到6个月就做一次超音波检查的话，就不会延误病情了。这位王先生几年前是在一次平常的健康检查中发现了肝癌，经过手术之后已经康复，现在每隔4到6个月都定期来做超音波检查。肝硬化或是肝癌都是慢性肝炎的并发症，是长期慢性肝炎所导致的后果。治疗肝炎最重要的是掌握早期治疗的时机，做积极的治疗。那但是现在的治疗呢，一般也都是要利用这个自己的免疫系统。假如以目前所有的慢性肝炎治疗，如果自己的免疫系统不想要去除掉这个，没有这个力量的话，效果都很差。所以也就是说，要利用免疫清除的这个时间呢，才用药物下去帮忙让这个免疫系统能够打胜这个仗。目前治疗是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目前所使用的药物像干扰素等，就是一种能有效增强免疫系统，协助病人对抗病毒的蛋白。我国的科学家经过长期的努力，找到了 B 型肝炎的预防及阻断感染的方法，把长期危害国人的 B 型肝炎控制住了。但是国内除了 B 型肝炎病毒之外，还有 A 型、C 型、D 型等。罹患这几型肝炎的病人高达数十万，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些病毒和感染途径，才能达到有效的防治。有一种螃蟹叫做寄居蟹，它喜欢居住在别的贝类的壳里头。这种借壳生存的生态在肝炎病毒的世界里也发生了。 B 型肝炎病毒制造出很多空壳外套留在血液中，在肝细胞里另一种体积很小的病毒 B 型肝炎病毒就会趁机躲进这些外套里。这种寄居蟹式生存方式的病毒，让原先带有 B 型肝炎的病患都可能成为 D 型肝炎病毒的入侵对象。一旦 B 型肝炎病患又感染了 D 型肝炎，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比较厉害的猛暴性肝炎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病因，还有在慢性 B 型肝炎急性巨化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病因。
啊，他在一般人口里面不多，那他在哪些人里面比较多？在一些高危险群里面，根据我们过去研究，他是在比如说娼妓里面，他高达36%-55%是阳性，啊，在嫖客里面也有10%，在毒瘾里面超80%是阳性。这种会导致猛暴性肝炎的低型肝炎，它的主要感染途径包括嫖妓、静脉注射和刺青等，因此最佳的防治方法就是彻底远离这些感染途径。因为 D 型肝炎病毒寄生在 B 型肝炎病毒上，所以当国内全面实施 B 型肝炎疫苗注射之后， B 型肝炎和 D 型肝炎的罹患率都同时降低了。您最近有出国旅行的计划吗？卫生署提醒国人出国旅游前要先打 A 型肝炎疫苗，因为 A 型肝炎是经口感染的，病毒经由粪便而散布出去，污染了水源或食物，病毒再经由口而进入体内，这是一种和公共卫生息息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民国70年左右，国内曾经发生 A 型肝炎的流行，因为当时国人的个人卫生行为及供水卫生设施都还不理想，很容易传染 A 型肝炎。幸好 A 型肝炎急性发作后不会造成慢性肝炎，病人痊愈后终身可以免疫。近年来，国人的个人卫生行为以及公共卫生条件都大幅改善，加上 A 型肝炎疫苗问世之后，国内 A 型肝炎的流行已经逐渐消退，只有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山地乡常有病例发生。在民国84年开始，6月的时候，我们就把30个山地乡的小朋友的15个月开始打，然后呢，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大规模接种到学龄前，就是学龄前还有国小6年级啊，整个6年级以下全面打这个 A 型肝炎疫苗。那这个打下来，我们化解这个整个情势完全改观了。也就是说，在85年的时候呢，它的发生率每10万个大概有108个，啊，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降到1以下了，等于0.5%。啊，每10万个只有0.5。A 型肝炎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水准的指标，但是国人经常旅游的地区，像中国大陆、香港、泰国等地 ，A 型肝炎都十分流行。所以从两岸实施小三通之后，政府也已经在金马地区开始实施 A 型肝炎预防接种。我们在金马地区呢，在民国91年也已经开始对从2岁到12岁的小朋友都开始打这个 A 型肝炎预防针，也就是预防就是小三通以后，他们可能有人啊物啊跑进来，那是不是会造成流行？因为那个地方的小孩子也抗体阳性率也不高啊。另一方面说，我们到大陆去呢，也要特别注意，就是最好你要打 A 型肝炎疫苗。要不然你就在那里生活起居的时候要注意你个人的卫生啊，饮食饮水的卫生，所有的食物要煮熟。自从发现 A 型及 B 型肝炎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病人的血液中除了 B 型 A 型之外，还有一种肝炎病毒存在，就称它为非 A 非 B 型。许多曾经接受输血的病人，血液中就常发现这种非 A 非 B 型病毒。直到民国78年时，这种病毒才被证实，命名为 C 型肝炎病毒。6个换肝哦，
这位林先生就是因为换心手术时输血而感染了C型肝炎。我是这个心脏突肥大，啊去移植，移植了再引起哦，我身体内底所有肝脏拢这个物件拢这个指数拢压起来，指数压足高，像我再。外科叫我来请这个教授。C 型肝炎是国人肝病的第二号杀手，目前病患大约有30万人，他的感染是透过血液或体液，手术输血是常见的感染途径之一。民国80年之前，因为还无法筛检 C 型肝炎，所以每年因输血而感染的病例就大约有5000人之多。C 型肝炎一旦进入人体，你得到这个C 型肝炎之后，只有10%到20%会自己会好，其他的都会变成慢性肝炎。现在我们的研究就发现说，这个C 型肝炎的病毒啊，实际上跟一般的病毒不一样，就是它在进入人体之后，它就会大量制造，它制造后就制造出很多种不同的C 型肝炎病毒，那这C 型肝炎病毒就会在身体里面继续存在。那本来是这种病毒，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有免疫系统会去控制它，会把它清除掉。可是因为这个C型肝炎呢，它会不断的制造，而且它制造速度很快，所以就好像敌人出现新的武器一样，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又来不及应付它，那它这样的话，它就会一直存在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最碰到C型肝炎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感染之后，它大部分都变成慢性肝炎。过去因为无法检测出C型肝炎病毒，所以输血成为感染的重要途径。在民国79年，虽然外国已经有检测的试剂，但是价格昂贵，捐血协会无法负担。为了能及早进行C型肝炎的筛检，于是经由国科会的协助，在民国80年时，国人自行研发的检验试剂问世了。那早期并不知道说这是什么肝炎，那时候C型肝炎还没有发展出来。那随着科技一直发展，我们在民国81年开始就多增加了一个叫做 HCV 的检验。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在输血方面，病人得到肝炎的比例也大大的降低了很多。C型肝炎目前能不能治愈呢？民国84年起，台大肝炎研究团队开始进行一种鸡尾酒式疗法的试验，把多种药物合并施用，包括干扰素和瑞巴凡润等药物，结果疗效很好。目前这种鸡尾酒疗法呢，是现在全世界都采用，而且是治疗慢性C型肝炎的一种标准的治疗。那么治愈率如何呢？当初我们用标准型的干扰素加瑞巴凡润，那么大概可以到目前大概可以说平均50%到60%的病人可以治愈。鸡尾酒疗法的高治愈率已经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具疗效的C型肝炎药物。C型肝炎可以检测出来，加上有药物可以治疗，C型肝炎对国人的威胁逐渐的降低了。从1990年代基因科技兴起之后，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变革。科学家发现大部分的疾病都和基因变异有关。肝炎研究团队的科学家发现肝癌的成因和我们的第四对染色体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基因诊断治疗已经成为肝炎研究的新方向。他今天做的这个细胞呢，是跟这个要把某一些这个基因呢送到肝癌的老鼠的肝癌细胞里面去，主要是要做这个基因治疗的前期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呢。
科学家把肝细胞培养在试管中，植入特定的基因，再注入老鼠体内做基因治疗的实验。我们的肝炎研究团队历经半世纪的努力，成功地遏制了 B 型肝炎的世代感染。相信在21世纪，他们更可能借由基因医药的深入研究，发展出治疗慢性肝炎和肝癌的科技，造福全人类。要注意这个爱情绪的，南宫阿姨啊，加阿姨，我一定会。好。